就是动作上的打，看到了没有？厉害厉害厉害！哎，坐坐坐坐坐坐坐。好，来，各位帮忙来亲一下，来，淘淘来淘淘淘淘先。我投你一个，我看。啊，不要！投你一个。哎哎哎哎哎！你都打上我手了，是吗？一二三，慢点，慢慢啊，千万慢。哈哈哈哈哈！他们打到我。 我就过去了，哎，我就过来了。好，你看他干我们俩。喂，你们还是这样的，说了800次了，近一点。你们如果在我现场这样，你们就滚蛋了。那他们也是来玩耍的一个心情嘛。 看到前辈，这种基本礼貌，难道不需要吗？现在呢，我们要交给袁武老师啊，请他来为我们出题进行第一轮的小考。有请袁武老师。各位同学，现在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考核第一轮的小考。要做一个好的演员呢，尤其是在动作上面。 一定要受得起摔打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看你们是怎么去做打的反应和摔的反应。怎么被打？我看到有些已经拿了兵器了吗？棍、匕首。鞭子我们左。我现在就出题给你们表演的情景，分别演出不同的被打疼的反应。明白？明白吗？明白。 因为鞭子是一个难度比较高的武器，基于安全考虑呢，我请了一个有经验的助手帮助大家完成这个小考。许翔，耍鞭子很厉害，一看就会是武行。哦，所以这次新龙客栈呢，也就是请他来演周淮安。哇，周淮安。 帮你们这一组完成这个小考。你选哪个？这长，如果说我演的话，我觉得这个题适合我俩点。当然，这个如果你想演就上，不要犹豫，好吗？有抓住想演的感觉。我能演，因为这个受力和反应，他肯定比咱们都专业。所以这俩也打的肯定得是他来。对，我演的是二，对，你演一，嗯，这个咱俩这么来。 行，把台词记一下，不需要。我就是怕节奏，因为我很我都很快，我的那个我演。不是你我懂，因为我经历过你这个阶段，就所有东西都是我想要快点完成它，但是戏都在对白与对白之间，就是你要去赶。是这个我知道。对，你知道这个片段有一大堆的。 内娱的观众的粉群吗？我知道这个，我们有对标的。是这个是什么？东宫啊，很火的古装大爆剧，很虐很虐的，把观众全虐哭了。这个很火。对不起，换一下，因为呢，我觉得你跟王强上，你刚刚有听我跟他讲那段戏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你要不要试一下？可以啊。 他们俩有默契，对不对？好的，来，你们两个还坐在一起。组长来安排。啊，对，来吧，王强，我希望你们两个，可能你们两个比我更加有默契。啊，你先看一下，你看你怎么演舒服。好，各位同学，首先是被匕首刺先出来接受考核。都还没准备，我们两个。啊，可以准备，可以现在准备一下。 拿刀的时候袖子要对，拿到出现传一拳，不用不用，这样不好看。来，你听我的，你这样啊，你把刀背好，你先背好，抢到这就行。拿它压着你的袖子，好了。哦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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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预备，开始。
很好。我疼你哪儿？你疼了我的腿。棒棒的。哇，你倒的时候再倒的慢一点。对，再慢一点更好。就有的时候还是救援急，但是很好。对，很好，很好。你痛好像不太够。问的学习学习，努力，耶、yeah ！谢谢老师，加油！以后你就住在横店。我不要玩，那还是别了吧。刀子，肯定被吐的。来，第二组，机器在那边，演区，啊，一开始，待会儿我叫 action。是吧？开始，然后你对白是吧？先打你是吧？对对对，老师，老师，我觉得你可以站在我们后面，然后我们面前假装是师傅。对，大家都有脸的，你打，你站后面这边，然后那个动作，你的动作多大？我的动作很大，你很大，你最好，你最好在前面，在前面，我在前面。对，他要跟你有距离，要不然真的打到你，你跪啊，要在这里，向这边吧。喂，谢谢二大。你听到声音就做，打旁边你都可以抖一下的嘛，因为你不知道打谁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来了啊！我先不看你啊。好，来，预备 ，Action！ 你好，哇，不错，很好，谢谢。So good， 来坐。啊，第三组，哇，压力来了啊！来，你就在这固定，就在这固定啊。嗯，起范儿过来吧啊，有点细啊。好嘞，好嘞，老师，来吧。好，来吧，来吧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他是不会回来的，你是等不到的。那他要是不来的话，你可你敢碰他一下？我担保你后悔一辈子。哎呦，英雄来了，英雄救美。上。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你就这点本事吗？哎呦，真是没想到，你练的还真的是铁的。发生了什么？二弟，让大哥碰一下你的下巴。我不要啊，大哥，听大哥的话，就碰一下。不要啊，大哥！喜剧吗？这喜剧啊！